你看见。葛雅是怎么找到徐小燕的？我怎么知道？她天天鬼鬼祟祟的，谁知道在背后是不是还做了些见不得人的事儿？但是她这么做吧……哎，你可别说她是为我好啊！我真是谢谢她了，我才不需要这种自以为是的关心和这种故意欺骗的惊喜。葛雅也真是的。他这个人吧，说话做事从来不过脑子，还特别容易相信别人。不过我今天下午跟他聊，我看他那样，也是知道自己错了，要不这次就算了吧。再说了，咱们不是也没把林志军的事情告诉他吗？现在他知道了，多少心里也会不舒服，就当扯平了。好了，别闹心了，来，帮我做饭。哎呀，胡总啊，瞧您说的，我怎么能忘了您呢？您说是吧？丽丽小姐，那你有没有时间我们聚一下呀？行啊，我没有问题啊。我可是约了你一个人啊。我知道，放心。丽丽小姐好痛快啊。哎呦，那还不是因为你是胡总，换别人我才不会呢。好。那我们一会儿见。行，那就这样，一会儿见。哦，好香好香！原来开过背的虾就叫开背虾。哎，你给何家打个电话，问他到哪儿了。我还正给你打电话呢。哦，我在楼下买啤酒。回来了。对啊，你不让我买啤酒吗？一起喝。起火。怎么样？色香味俱全。今天什么日子呀？赵大厨，你做了那么多好菜。当然是好日子啦。来吧，为了缘分，干杯！缘分？对啊，茫茫人海能认识就是缘分，更何况你们俩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了这么久，那更是缘分中的缘分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我觉得呢，别因为一点不开心的小事儿伤了你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感情。其实我知道。你们彼此都是很在乎对方的，安娜。每次你出事，最担心的人是谁？你两次去槟城，都是葛雅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借着这顿饭，咱们就重归于好吧。来，举杯。我发现你话还挺多的呢，来。尝尝这个，我的独门绝学蒜蓉开背虾。哎呀，丽丽啊，你真是越看越漂亮。胡总真会聊天。丽丽，以后能不能不叫我胡总啊？就叫我名字。那叫你小强。拐着弯的骂我，嗯。哎，好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。你在于清公司给他干助理几年了？三年多了。待遇怎么样？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吧，还算凑合。嗯，可不能凑合。你这么年轻漂亮的，又这么有能力的，怎么能凑合呢？人生苦短，必须给自己好好规划规划，成为人生的大赢家。
那胡总帮我规划规划，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人生大赢家？你愿意听我的吗？嗯。你们芙蓉花园这一期的项目是精装销售吧？嗯。于总呢说精装是大趋势，以后啊公司的项目全是精装。你们打算怎么做？本来呢公司想自己做，但是于总说术业有专攻嘛，所以还是面向一切装潢装饰公司招标。考虑过我们吗？我们是全省招标啊，你们想要做的话可以参加竞标啊。标书其实就是走走形式而已啊。那不是，我们于总可是一个很认真的人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你们愿意帮我啊？胡总，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呢？问题是，我怎么帮啊？很简单，你只需要把标底……不可能！我要是把标底给你了，那我在这个公司还干不干？李林，实话告诉你啊，我也不把你当外人。如果这事儿成了之后呢，你把你该拿的提成全部拿到手，到时候来我们公司上班。你都帮我把后路想好了，可是这万一要……你放心，不会出任何问题。葛雅，你是怎么找到徐秋妍的？我没找徐秋妍啊，我们在杂志社碰到的。小说的事查清了吗？女魔头保密呢，对谁都不说。是吗？来来来，来尝尝我亲手泡的绿茶，还可以解解酒。我就不喝了，你俩喝吧。为什么不喝了？哎，这我才亲手泡的哎。对啊，我叫了代驾就来了。哎，对了，哥呀，上次问你借的书我看完了，我忘车上了，跟我去取一下。什么书啊？就是那本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，那我跟他下去取个东西，很快回来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，还得专门挑地儿。说吧。你们头给了你多少钱？什么意思啊？你骗得了安娜，骗不了我。那篇连载小说是你写的吗？你别胡说。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就是从你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我确定的。小说的最新一期，有你把我叫去帮你抓仓鼠的那一段。那段描写和现实里的一模一样，只不过你把故事安插在了男女主人公的身上。不想说点什么？我没什么好说的。还有其他的很多情节，也只有在安娜身边的人才能写得出来。怎么不说话？没什么好说的，说什么呀？你是没脸说吧？葛雅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可以拿朋友的不幸来换取利益。你们头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？你真是太可怕了，明里一把火，暗里一把刀。安娜可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怎么能对她下手？你别说了。我说错了吗？
你想我说什么？夸你文笔好，写的真感人，还是夸你伪装的太棒了？你知不知道安娜就像个傻子一样被你玩的团团转？你说够了吗？我没说够。我不想再听你说了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你开口安娜，闭口安娜，安娜是你什么人？你跟陆安娜什么关系啊？我是她朋友。朋友？你们有把我当朋友吗？林志军没死这么大一件事情，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，这叫朋友？安娜不想说，自然有她的理由。作为朋友，我们不能违背她的意愿。又是朋友？你别再自欺欺人了，你这种鬼话说出来，连多多都不会相信的。你对陆安娜那点心思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只可惜天上掉下个林志军，破坏了你一切的幻想。老天爷现在又让林志军得了绝症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看到了春天，希望又来了吧？我没说错吧？别往我身上扯，现在说的是你。你为了利益，为了钱，连良心都出卖。我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，岂止良心？你不喜欢钱吗？是，我是喜欢钱，可我不会为了钱什么事都做。你做的还少吗？你整天围着安娜转，瞻前马后的。如果他妈不是你老板，你为什么这样对他？反正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种。我宁可你是这种人，你面对陆安娜的时候火眼金睛，什么都看得清楚；面对我的时候，你就像一个瞎子。是真的瞎了还是假装看不见啊？葛雅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是不是急需要用钱？我好得很，我没有富豪的妈，也没有教授的爸，但是我从小靠自己在这个城市打拼。虽然到今天我还要在陆安娜的同情之下才有一个容身之地，但是我只想让我的家人过上好日子。我有什么错？我不偷不抢，靠自己的辛苦挣钱，这有什么错？连载小说就是我写的，怎么样吧？可以拿朋友的不幸来换取利益，你们头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？你真是太可怕了。是喜欢钱，可我不会为了钱什么事都做。你做的还少吗？你整天围着安娜转，瞻前马后的。如果他妈不是你老板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她？
贝亚，贝亚，嗯，那边有人找你，找我啊。阿舅啊，张婶儿，哎，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们，你也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。我们在家出来太匆忙了。哟，变样了，也是在街上，俺都不敢认你了。小雅，你现在跟大城市的人一模一样。啥？跟大城市就是城市。那个舅妈跟大表哥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。安娜，嗯，那农村老太太跟老头是阁下什么人？不知道。哎，那老太太不会是阁下他妈妈？阁下他妈妈早就去世了。那你们这次来是？一会儿不忙，咱外边说吧。这么一个39，来来来，吃早饭喽。哪这么多啊？哎呦啊，要这么多干什么呀？够你自己吃的就行了。我跟你舅下火车的时候都吃过了，快去退了吧。哎呀，拿上来东西就退不了了。来，你们最爱吃的包子，快吃吧。我去退。哎，你坐下吧，别退了。对啊，小猴你最疼的，啊，他现在笑笑你都是应该的，孩子一片心，你快吃吧。哎呦，你没看这上边写吗？就这么几个小包子，15块钱呢，这太黑了。黑什么黑呀？嗯，真挺好吃。嗯，你拿呀。那你尝尝呀，啊，挺好吃的。嗯，哥呀，你是不是挺忙的呀？还行吧。哎，对了，你这次跟张婶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张婶得病了。什么病啊？哎，这是长东西了。哎，老爷，你看这设计的还都挺不错的啊。对，你坐，请请坐。啊。老岳啊，喂，这几家公司，你觉得哪一家更合适我们？相比较这几家公司，我觉得叶峰、舒适家和海强比较不错。他们不管从规模上还是经验上都比较突出，而且呢，他们设计的方案比较符合我们的理念。嗯，老周啊，要是这三家公司让你选择，你会选哪家？这三家公司都各有所长，如果我要选，我会结合他们的投标情况做出决定。啊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啊，马上出去。嗯。啊，这事儿啊，我再好好考虑考虑。老岳，通知基建部准备投标吧。好的。嗯。哥呀，上午那两个人找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上午那个是我二舅跟老家的一个邻居。哦，他们找你是有什么事儿吗？那个邻居呢叫张婶儿，他在我们老家医院检查出得了癌症。他听说咱们中心医院有一个田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想过来检查一下。他让你二舅陪着，他家里没有人了吗？他没有儿女，所以让我二舅陪着。
张婶呢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他们老两口对我都特别特别的好。但是我刚才呢在那个网上查了一下，说田教授的号得两个月以后才能排上了。没事，你别急，我打电话问问我妈。那么多人啊？这这么多人呢？这人还多啊？不算多。哎，你们现在这等一下，我朋友让我去找伊岭。什么是伊岭？就是带着你看病的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伊岭，头次听说。哎，啊！我说昨晚就过来排队了，你外面女孩愣说不用。看了这么多人，上次在县医院就排了两天的队。哎，没事，大宝今天不用你排，今天要看不上，明天肯定让你看上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哎，我要给你排，带点吃的喝的，我就让你排，明天肯定让你看上就完了。一天能排得上？能，我有。哎，呀，伊岭来了。哎，你们好，请跟我来。走吧，咱们跟着他。啊？请问哪位是张淑琴？啊，这位是，我是。哎，老人家，请往这边走。范院长，患者来了。哎，好。啊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这位是田医生，啊，你好，田医生，你好，麻烦了。你们三位哪位是患者？这位是。啊，这边请，这边坐。哎，坐，来。啊，您身体哪边不舒服？这是你的关系吧？我就是总发烧，完了吃饭也不太好。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嘛？剩这么多东西啊！不行，咱得给人家送。不行，叔，您一定要收下。这是张婶特地从老家带来给您的，她说她这辈子看病都没受过这个待遇，所以特别感谢您跟阿姨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那……哎呀，爸，您就收下吧。这个呀，是各家老家人的一点心意。要不是我妈帮忙，说不定现在都还在排队挂号呢。啊，那我们就收下。哎啊，格雅。一定替我和安娜的妈妈谢谢张婶一家人啊！好，安娜，哎，好，不走了，你去吧。嗯，来，咱们把他送回去。你行吗？我可以。哎，好。哎，小姨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前两天啊，看到多多在街上跟一个女的聊天，我看那背影吧。越想越觉得像是上次来咱们家自称是林志军老婆的那个女的。你问多多了吗？我问了呀，多多不承认呀。那肯定是你看错了。我看错了？不可能啊。他没事跑这儿来干嘛？吃饱撑的。小姨，肯定是你看错了，赶紧配个老花眼镜吧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个死孩子！你说哎，小姨老了是吧？涛儿，你找我？下一期的稿子你什么时候交？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。能有什么事？你能不能搞清楚，一旦断更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？你考虑好后果了吗？我会抓紧时间的。明天把稿子交给我。明天不行，我完不了。完不了，那你就完了。只要一断更，你就可以滚蛋了。好吧。哥呀，
你赶紧来看看这个，这个太逗了。啊，你自己慢慢看吧，我要急着写稿，你磨头催我交稿了。写什么呢你？路途见闻啊。见什么闻？土耳其。你又没去过。摆动一下不行吗？还非得去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杂志的销量下降，就是你们这些人不说实话。你今天可是跑第四趟了。喂，小赖，哥俩去洗手间了。对，我是安娜。哦，那一会儿哥俩出来，我让他跟你回过去，好吧？好，再见。就是那个作者，我是你在背后捅了我一刀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骂我吧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气儿你就撒出来，别这样。没有这个必要了，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就是那个作者，是你在背后捅了我一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骂我吧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气儿你就撒出来，你别这样。没有这个必要了，没有这个必要了。你看看还有什么东西，你给我搬走。我现在就给女魔头打电话，我说我不写了，行吗？不行。我真的是想不明白，你怎么会是这种厚颜无耻没有良心的人呢？你背着我干这种龌龊的事情，表面上跟没事儿一样，有说有笑的，你是人是鬼？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这样的。我你别说是女魔头让你写的，你不想写，谁都没有办法让你写。不是他让我写的，是我自己要写的。我错了。你没错，朋友们不就是拿来骗拿来坑的吗？错就错在我对你掏心掏肺，任由你这样在背后一刀一刀捅我。你不去当演员你简直可惜了。
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你现在立马从我眼前消失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我不去了吧，你们去。你不一直嚷嚷要看吗？我好不容易才要到的。那个，你跟安娜说一声，我就不给她打电话了。今天例会有两件事，都是关于小清新未来发展的。涛，我们杂志社要发展，您得先擦亮眼睛了。比如说。没有良心的人不能用，没有德性的人也不能用，这种人写的东西更不能用，要不然咱们杂志社岂不是成了没有德性的杂志社了？罗安娜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您心里还不明白吗？你有什么事儿会后再说吧。莫总，连载小说对你说永别一路畅销，这多少也有我的功劳吧。要不是我交了一个背信弃义两面三刀的朋友，销量能这么好吗？格雅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陆安娜，莫总您别急，我再给您个建议，换个写手吧。这个作者水平真不怎么样，全篇胡编乱造撒狗血，一看就是内心阴暗没有被人爱过的失败者。陆安娜，你太过分了。散会。行了，别哭了。其实，陆安娜知道也好，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写了。我不行。别说傻话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今天先回家，好好的休息休息。我真的不想写了。你别傻了。就算你现在不写了，陆安娜会原谅你吗？你们会和好如初吗？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。其实今天陆安娜说话也的确是太刻薄了，我都听不下去了。要不是有那么多人，我真的想跟她好好的掰扯掰扯。桃儿，你别说了，我真的决定不写了。那可不行，我们的杂志靠着你的小说卖钱呢。我把这一期、下一期的版面都给你留好了，你突然间撂挑子，那怎么行？
你一定得写下去。我不写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增加稿酬。这跟钱没关系。你真的不写了？我可以再写别的，把预留的那些版面给补上。不用了，三条腿的青蛙不好找，两条腿会写字的人我还难找吗？如果你不写了，其他的也不用写了，你自由了。好，我明白。不想写就滚。蠢货。你怎么把东西搬过来的？搬家公司啊。什么意思？不打算跟安娜一起住了？安娜知道是我写的了。是他把你赶出来的吗？他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我上厕所的时候，他无意间看到了我的电脑。我就知道早晚点出事，我去劝你。哎，你别去了，你现在去只会让他更生气。这也不是个办法呀，这一片的治安很不好，而且这离你们杂志社太远了，坐车也不方便。我辞职了。辞职？为什么？女魔头想让我继续写，我没同意。安娜知道这事儿吗？现在应该知道了吧。平凡，其实那天你讲的挺对的，这件事儿的确是我做错了，我一直都抱着一种侥幸心态，我觉得好像只要安娜不知道是我写的，这事儿就可以很快就过去了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怎么能背着他干这种事？就为了那份工作，想想都觉得自己特卑鄙。所以不管他对我说什么做什么，我都接受。如果换作是我，我也不会原谅这样的朋友。葛雅辞职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消息我不想知道。葛雅这么做也是有苦衷的。虽然他这么做很不对，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。他因为这件事儿都把工作丢了，他在这个城市也没有家，往后怎么生活？他辞职是他自己要辞的，又不是我让他辞的，好吗？那他从这搬走也是他自愿的吗？我不管他愿不愿意，我就是不想再看见他了。你知道他现在住在哪儿吗？黑漆漆的小房子，又湿又潮，而且那一片的治安特别不好。赵平凡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是葛雅写的？我也是这两天才猜到的。
我问过葛雅，她承认了。你们俩可以啊，一个在我背后捅刀子，一个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你们怎么不搞个组合呢？你们，安娜，我之所以不告诉你，也是因为，我不想看见你和葛雅闹掰，我不想因为你们这件事情就散了。散了才好呢，不然我还等他把我卖了，我给他数钱是吗？退一步海阔天空嘛，你就不能？你现在是事不关己，可以唱高调。如果有一天也有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还可以像现在这样轻描淡写吗？那也得分什么事儿。他现在辞职也好，搬出去也罢，都是咎由自取。只有好的品质，才有好的口碑。这点您大可放心。这次的工程呢，由我亲自监管。想去毛里求斯，怎么样？我太想陪你去了。你一个小小的经理，公司的事情还轮不上你担心呢。是因为你，才办这张卡的。干爹的事我一直在调查呢。像这么大的上市公司，想要找到证据没那么容易，你得给我点时间。放映天